什么鬼？换了吧。所以这个拿了会死，另外一个拿了会活，就对了。所以我也算蒙到了嘛。然而，邪恶也不会消灭，因为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作为这样的恶的化身的巫女就存在着，宛如世界的雀母，没有永远的黑暗，也没有失控的希望和光明，它不会毁灭。雷尼，他在指雷尼，所以雷尼是开天辟地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巫师、巫婆、女巫、新加坡。好麻烦，好麻烦。女巫的架上是什么？哎，刚好看到有东西亮哦，那外面景色被零散的，这里太大走不远。想想就觉得开心，什么鸟？把你放回去啦。好笑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好笑的故事是人类的历史书，就是这本不可思议的书吗？维修，真的童话故事，什么鬼？这个逻辑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是不太懂这个逻辑啊，说真的，这个已经超过我所能理解的等级了。还是被我解开了。这边其实只要有飞天扫把就可以一直飞来飞去。哦，这是隐藏房间吗？喜欢番茄的少女，上手输入口令。一些漂亮的碎片在瓶子里散发着温柔的光芒，不知为什么好像觉得有点悲伤。什么意思？这边有什么？他口令那个是要什么口令啊？这个是玛丽琳是你吗？跑到这里来又能怎么样？还是说你想明白了？我不是玛丽琳，虽然很像但不是，从来没见过女巫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是夏洛特，她不认识我。没听说过的名字，呵呵呵。哇，睡了很久，有点想不起来。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？他给我感觉有点像雷尼耶。他该不会就是雷尼吧？应该是白天吧？是吗？夜晚不久就会降临，对吧？总会降临，这是规则。你想出去？那帮我一个忙，我等着有谁来，谁能过来已经等了好久了。你在做什么，玛丽琳？你怎么会？显而易见，因为你变弱了，所以我醒了。不可能，是你把它放出来了吗？我说不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你也不肯听我的？哈哈哈！安德利亚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期望什么呢？即使你把过去藏起来，即使把我藏起来，难道就可以当作不存在吗？你是个叛徒，害死了所有的人，你的家族完了，怪物的世界完了，剩下几个残兵败将、胆小鬼在人类的世界里苟延残喘。已经无聊的要死了，你到底希望什么？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不是叛徒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我没有责怪你啊，安德利亚。原本就是这个世界不对，不是吗？如果这个世界是那么好的东西，那为什么我会始终存在呢？把我放出去，我会把这些全部清理掉，让怪物们重新开始。你也可以继续当你向往的女巫领袖了。想保护谁也好，领导也好，想维护你可爱的家族也好，失去的一切都能再回来了。不然我会在这里，让你永远永远不得安宁。我不怕等，安德利亚。总有一天，你总会明白，真正的女巫应该怎么做，或者等着你在平庸和无聊中将魔力消磨殆尽，然后死掉。糟糕，这样下去，不然他在听这些胡言乱语。我不想死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个吵吵闹闹的小鬼是不是挺有精神的嘛？让我帮你吃掉他吧。快跑！好嘞，安德利亚。
挂了吧，我只说我不想死而已。你知道怎么杀死女巫吗？除了字面上的意义的杀死，了无生趣，平庸沉闷，不再有欲求，不再有目的，仅仅只是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死。安德里亚把这叫做和平，还希望其他人都从此过上快乐的生活，还以为他在保护他们，哪里来优越感？他也很混乱吧，所以我才能再次自由了。变成碎片的他也自由了，哈哈哈！别误会，打碎他的人并不是我。啊，结束了。What the？ 我只是讲了一句“不要，我不想死”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什么东西 ？N two hidden 哦，还是我刚刚没有看清楚那个是什么字？还是 freedom？ 哈哈哈！别再听他的了。哎。笑声怎么在这里？快跑！又来了，安德利亚，你知道怎么杀死女巫？哎、欸，一样哎、欸。这是一样的结局。真情一点力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再听他讲了。是夏洛特，安德利亚才不会死。今天我们还有晚餐会，要让大家都和好呢。没错，现在我在想，我想做什么，自己清楚的很。晚安。哦，终于好像又被封起来了。安德利亚严肃的样子有点可怕。夏洛特，你怎么跑到这来的？对不起，塞维亚拉拜托我来。你知道那是谁了吗？雷尼，是雷尼吗？但是永远不会死的女巫。他很危险，不能让他出来，但他也无法被消灭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所以他真的是雷尼耶。安德利亚一直独自把雷尼封印在这里，大概是因为大家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把他吵醒了吧。我也有点心烦意乱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到处乱跑。你和玛丽琳真的很像。好了，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。不要啊，我还没有调查完啊。女巫和人类的对立加到，不需要的东西还给安德利亚。资料更新了。啊！我终于恢复原样了吗？每个都把我当成奶奶，是我的图书馆把你认成了玛丽琳，因为说是图书馆已经根本不像样子了，太多陈年旧事想打扫都无从下手。夏洛特年纪还小，应该还没有这种烦恼、啊。我不知道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，但现在我还有奶奶，会一直和安德利亚在一起的。安德利亚想喝茶的话。我一定还会来的，而且不会迟到。谢谢你，夏洛特。啊，对了，我还得去把这个沙漏还给塞维亚拉。奇怪，为什么他不肯自己来、啊？口令明明挺简单的。也许这个魔法的空间对他来说太勉强了吧。这些让他来取是我没想到，不过也幸好来进来的不是他。为什么塞维亚拉进不来这个魔法空间呢？好奇心旺盛，可以问问他。不是，我很在意的是那个密码到底什么。我还蛮在意的，其实。还有什么事吗？闲聊啊。你还好吗？没问题吗？虽然很想说我很好，但确实，出于那封印太累了吧。是时候打扫那图书馆，无法丢弃的，还无法面对的东西，日积月累的堆在那里，确实很影响心情。如果夏洛特有空的话，可以来帮忙吗？多余的感情，帮安德利亚整理仓库，一次只拿一本书，90秒。黄色封皮二号，红色封皮二号，你看，黄左，红右，绿中。人都整理好了，不多还是很让人在意。很让人在意吗？是这个地方吧？也不是，啊，这里呢？时空碎片，哎、欸，
莫名其妙拿到一个神奇的东西了，什么意思？很让人在意。这只猫怎么进来的？时间到，谢谢你，多余的感情完成，得到抹茶粉。对了，这个咪咪，我找了它好久，竟然藏到了那里去了。安德利亚还养了宠物猫吗？是只不知道从哪年进来的钻进来的小猫，于是就养在这里了。真是太调皮了，谢谢你把它带出来。哈哈，水平真的是。还有什么事吗？闲聊啊。年龄，比玛丽莲稍微年长一点。不久前才庆祝200岁的生日，都有生理了。下周到底该叫我什么呢？祖宗了吧？喝茶，花花草草的东西，大家能和平幸福的过上生活。不能过去了，好吧？时空的碎片，现在开始有其他碎片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